Hello， 我们今天要打《白蛇传》的猫咪。的猫咪。打《白蛇传》的猫咪。那我们今天要打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法海道夫，他是谁啊？法海。法海道夫啊。他是法海啊。对啊，他是谁？法海就是去收服白素贞的那个、啊。哦。哪个？法海就是收服蛇妖的那个人呢、啊。来了，快进来。按照这个时间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要过。加油！因为他拖到最后一刻。Go 什么？谁？我要带小红帽的。要带什么、啊？带扫雷。我两只都是扫雷，然后囧哥也是扫雷。你有扫雷吗？我是雷。你是雷。你们两个要贴近，你们相亲相爱一点，好不好？来玩猫咪，囧哥在玩。哎，开始了，囧哥。囧哥回来，囧哥 back。我先。哇，给我赞。没有，因为他没有烂可以按。中间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的导弹吸收的怪物，要先杀掉它的意思？也不用啦，我们没有导弹，我们很乖，我们没有导弹。对，没事没杀死它。对了，那个东西会发亮，然后它发亮的时候就是你打它，它就会反击放出地雷，所以我们才要带扫雷。可是现在地雷那么多，我们带扫雷不是更好吗？也是，可是你不打到它，它也不会放地雷。所以要打到他的意思，其实都可以。啊，因为我们带扫雷，所以应该要打到他比较好。对啊，打到他比较好，越多雷在身上越好。哇塞，还好还好，看起来很顺利。我们只有一次机会，看起来是运气。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哼，反正你会接光吗？什么啦？不能接啊。啊，杀掉你。欧里。哦，对了，右边那一只好像有点痛，那一只锁技能的家伙，我先杀他，也可以，因为他我记得他伤害蛮高，我先杀，打到 ，nice， 中他，叮，好厚，小怪，看我。我们半截啊，为什么？让一个折折射打了两局。呵呵。怎么是我处理这个？你一定可以的、啊，我相信你。我没有看。没有看。没有再看。没有再看。你如果踩地雷死掉，我们画掉。不会死掉啊！扫雷踩地雷会死掉。对哈，你那是蓄积什么蓄能反伤害币的。对啊。不然我为什么要带这只？哒哒，好弱、啊。我不等它长大。你说爱心吗？对啊。不告诉你啊。因为它不小心。叮。哎呦哎呦。哇、哦 nice ，好会好会。哦。要不要大致讲一下《白蛇传》的故事？法海不是男的吗？对啊，主要是男的。没有，而且他是那个什么姑。法海道姑。道姑哎、欸。法海不是和尚吗？法海不是和尚吗？哈哈，真的。叮。而且为什么要打法海？啊？之前那个港片不是李连杰演？对啊。法海就是一个蛇精跟一个凡人谈恋爱的故事啊，然后因为他终究还是蛇精，所以。法海还是就是把他收服了。咦？收服在谁？镇妖塔里面。那许仙是干嘛？许仙就是跟蛇精谈恋爱的。对啊。那你刚刚说法海才是？我说法海就是收服蛇精的哦。所以这是个悲剧。是个悲剧。啊，是个悲剧。不是盘剧，也不是玩具，悲剧。有啊。哇。不错吧？为什么又可以剪精华？等等等等，你看那个，还有电吗？电力不足。那我出招哎、欸！你赶快回来、喔，我要出招了。目前还在录。啊？我要出招了。出招了，好，你出招，我来按一下这个。啊，我没有集到气，哇哈哈！不会啊，我相信他应该录得下去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不管怎么样。还是我去拿我的行动电源。也可以。放着。
啊哒！左边那个。就，真的，忘记一件事。这个录音怎么这么的？你要死了吗？有了吧？你在干嘛？啊，我在移动过来。哼，血越来越少了。哦，又是我，有点危险。吃个补吧。吃，现在吃。可以啊，吃了你吃了也可以杀了他。I believe you can。好的。Yes, you can。哈哈哈！法海是男的啦，法海是男的，对啊，和尚啊，就他现在素长发，而且你看他进化了。你知道《仙剑奇侠传》就是以白蛇传为基底，真假的？我们在，因为赵玲珑就是。你大学是什么？不对，他是女魔的后代，但是他有蛇的下半身。然后他曾经就被关在这个锁妖塔里面、哦、然后我们主角要去救他，主角是许仙，不是，主角是李逍遥。你看，就是我说这个游戏，哎，这么经典的游戏你没听过？你说《仙剑奇侠传》？我没有玩《仙剑》啊。Oh my god！ 我知道它很经典，可是我没有玩嘛。Oh my god！ You so fake！ 啊啊！我会被炸。没事。你说你有扫雷？有扫雷，可是我没有提到其他。哦，他那是直接打人，对不对？嗯。就是躲不掉。应该是瞄准人的那种。哦，囧哥一个大炮。是我。你喷炮。是你的炮。你喷的炮。你喷那个直直的炮。你喷那个很直的炮。又直又粗的炮。冲啊！有了，扫个雷吧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准备开大了。我喜欢我的大。我也喜欢我的大，可是我的大位置好差、哦。你的大是啥位？碰墙壁会越来越痛。嗯。算了，还是左右好了。八七开大喽！八七开大，往哪开？随便，斜的，左下。耶耶耶！发云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，不错哦！123万，因为小兵太多了。还行。其实你应该等我开大，你再开大。你的大是什么？我大是把它弱点打开。嘿嘿。哦。没差了。OK 的。哎呦，小红帽一个左右就可以秒他了吧？开大左右。开大左右左右。开大往左下角啊，一点点就好。狙狙。来看他会不会把他杀掉，可以吧？哎呦，没戏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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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囧、哎、哥、哎，你废了、哦！操，113万够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没有，你开个大他就死了，结束了。看好了，结果没杀死他，绝对笑。如果在上面，我弹墙壁，我觉得你会在上面。不会啊，你看我啪啪，耶、yeah ！还真的一次过了。本来想故意让他失败了，故意让他失败，我就再也没有再也没有再也没有没有耶，赢了，赢了，这是庆祝。走开啊！你痛哎、欸！哪有痛啊？我哦，三只哦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好会念，好会念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它。你给他看一下。超级超级稀有。可是法海、啊，但是法海是男的。您怎能对我如此无情？难道我真不如那蛇妖？就连祈求你一点同情的资格都没有吗？你们要我走吧，我将永远记得你把孤独留给了我。法海竟然是这么少女心的人。他暗恋许仙吗？是啊，我怎么一直记得是男的啊？我们带你。还是其实是 gay。这个活动一直到哇。他不知道，自己去查。我们来开公告一起看嘛。10日到22日，每天的白素贞将于每日新听众减重，就是这里。
这个每天里面都有白素贞会出现哦，你可以趁现在赶快打捷运，加油啦，一起去打八海道波捷运吧，拜拜，快说拜拜，快拿猫咪来，拜拜，快点，猫咪跟他说拜拜，拜拜，嗯，他刚睡醒，给我给我，温柔一点，你超不温柔的啦，拜拜，虐猫，哪有虐猫。